年轻人，青年，同时是一个啊能够推出具体计划的发展这个都会的，都会发展的，他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理念跟具体的这个政见。我因为没有时间的关系，我也没有办法在这里把它再给各位知道。我没知道。大概总而言之，他是要希望台北啊能够更为均衡的发展。哎，能够有啊创新的一个发展。对。不能够啊，这个人家都在进步，然后我们一天到晚都还在那里骑马坐马车，这样不得了了。所以他要有一个创新的发展，要公民的一个台北，大家参与吧。他不是像这个，大家都老百姓，我们大家有什么共意见，都是公民的参与，透过当然要透过议会，让我们要有一个公益的社会，公益的社会，照顾我们的老幼妇孺，我们的子孙，我们的弱势，我们等等各大家哈、啊，可以说是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啊。这是我们的基础啊。讲得好，不可以。他的目光非常的狭窄嘛，对不对？心胸非常的狭隘嘛，对，对不对呀？对，充满了仇恨，对，充满了骄傲傲慢，对，讲得好，讲得好啊，讲得好，充满了歧视，对，对，尤其是我们女性。这样子的一个人，我们能让他能够当父母官吗？不可以。孙子官也不能当啊，还能当父母官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大家没有什么选择，我们这次选择就是中国国民党和反这个台独党，如此而已。